欢迎继续收看《开播大中华新闻》。三月份是种树的季节，为着要让大家会当做回来响应种树啊，保阳乡公所特别伫咧公所的头前广场举行庆祝种树啊节的活动，吸引真侪民众来到现场，摕着资源回收的废电池来换桂花甲地花树栽。响应低碳生活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一透早民众排队排甲热热等。来到保阳乡公所头前广场领树栽，保阳乡长柯文平也伫咧现场发送桂花甲地花各一千丛的树栽，以及收集民众带来对外资源回收物品。为了改善地球暖化问题配合植树节我们鼓励民众多种花种树这样子。那么今天我们乡公所准备了茶花跟桂花提供民众索取。那么也有一个小小的活动，就是提倡环保那也四颗电池就换一颗茶花或是桂花这样子。然后也就是乡公所廉政署宣导活动，然后还有狂犬病注射活动这样子。那今天比去年比较不一样，就人很多天空也很作美这样子。种树是改善温室效应、地球暖化的好方法。保阳乡公所呼吁大家拥有种树，替咱的土地做环保，爱护地球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保阳采访报道。